和老铁们介绍一款百诺出品经典战壕庙打火机，百诺005，复刻国外古董机型龙卷风，真正的纯铜战壕庙打火机，也见证了70多年它的一个历史机型。整体材质呢都是黄铜，设计灵性，机械的一个联动设计，按压它的齿轮去进行一个点火，上拉防风罩的一个设计，高原地区也可以去使用，非常的有创意。底部拧开大螺丝去加油，火石仓位置更换火石。这个机子呢也带有一个扣压帽，可以去扣压住棉芯，防止煤油挥发。而且呢这个火机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火石粉碎机，它点火嘎嘎猛。我们来加一点点的油测试一下，点火率非常的好，百打百着，而且点火轻松不费力，不会去脏手。然后呢性价比也特别的高，这个款它的是一个纯铜打造，手感呢也非常的舒适，一款不可多得的战壕庙打火机。